继续来关心车祸的消息。嘉义市政府消防局救灾救护指挥科日前接获通报，表示兰州市街甲兰州二街路口有车祸发生，现场有伤者等待救援。消防局随即派遣乌来分队的救护人车出勤救援。嘉义市乌来叫灵车到场之后，现场一名机车驾驶下一机车无倒叮当，叫来员是一阵查看伤势，好个在意意识清楚，但倒手倒脚有肉的现象，叫来员是一使用抽吸式护目固定，并进行伤口处理之后，送往病院治疗。到达现场后，发现患者卡在机车的前座脚踏板上，那我们协力将就是两人还有其他的民众一起把他扶起来。然后用抽吸式护目固定住，然后送往嘉荣医院。根据伤者表示，伊在经过兰州市街甲林街时，无小心甲另外一台经过的机车发生侧撞，好佳在无造成严重的伤害。该起伤者也好民众，驾驶车辆经过路口减速慢行，注意四周内车，以免发生危险。以上调民警采访报道。处理掉。